在无线处境剧《爱回家之开心速递》入面饰演接龙财务部职员 Gigi 的罗雪妍 Yuki， 日前就在元宵节前夕分享亲手整石和芝麻糊汤圆应节的片段，但就没想到她身形纤瘦，效果就震撼眼球，网民表示好大条芝麻，惊叹这位外表斯文甜美的靓女原来都挺有力气的。虽然出演多套剧集的 Yuki 都是闲角居多，但都叫做不少机会，她都可以驾驭到可爱、甜美、傻气和性感元素，所以都深受网民喜爱。